今天再来枪一个皮皮虾，看看场面是不是依旧没法控制。咱家老铁给个双击吧啊！这一次还可以啊，没有跳，呵呵，特别给我面。枪，开升。有认识这个是啥的吗？认识的给我双击啊！今天咱们升呛一下，看有没有效果。如果蹦得起来了，给我一个双击，好吧？哎呦我天哪！哎呦！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咱不呛头了啊，只呛腿。哦天！先吃一个吧。母子齐上阵，三文鱼。妈妈是三文鱼吗？嗯，不过瘾。妈妈，老铁们，宝贝们，给我妈妈一个小红心吧，双击666。嗯，谢谢大家。给我双击的，明天出门就捡人民币啊，捡钱了哦。八哥跳舞啊。一会儿开揍，天天找你们要要双击，你们也不给。这个视频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来，咱们升呛一个啊，八爪鱼，呛一下，群魔乱舞啊，来上一口。今天我也拼一下，升爆一个八爪鱼一头，如果爆开了，咱家老铁给我个双击。我不能摸。今天来升呛一个发财蟹啊！怎么都不动呀？喜欢的给我个双击，给我个关注。犀利太毒了啊！看这大犀利。行，升呛一个虾，哎呦，哦天哪，我天，受不了，我，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吟诗一首，大海呀，美丽的大海。群魔乱舞，要吃咱必须吃最新鲜的。来，宝宝们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喽！如果小虾能飞得起来，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个小红心？谢谢你们！啊！
老板，蜈蚣啊。中药材啊，祛风湿的。朋友们，看看这个有没有食欲？金蝉、知了猴。这肉很多，很有嚼劲。虫子啊，这是高蛋白，特别特别香。朋友们，虫子来个推土鸡的吃法。这高蛋白啊。蜈蚣。中药材啊，祛风湿的。来，朋友们，看这盘面，蝎子啊，这个中药材啊，祛风湿的。来，朋友们，看这个大虫子，蚕蛹啊。满满的蛋白质，朋友们吃蝎子。